我们接下来在这张图里面，你要懂这张图它的意义。各位，这里面零这条线很重要，零在这个位置 ，Y 轴是利润，也就是说这边有这一个项目跟这一个项目，它的利润是低于零，就是复利，所以这边有两个是低于零的。再来，我们加一条趋势线，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，子产品类别销售越高，这边是销售额，获利越多，这就是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的事情，这很重要嘛。销售越高，利润会增加，这条趋势线很重要，这是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，就是这条线告诉我们什么事，因为它的一个线是左下到右上，它就是一个正相关，什么跟什么的正相关，这一个是销售额，这一个是利润，销售额跟利润是正相关，那就是销售额越高，获利越多，像这个关系正相关负相关，水平线是什么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会应用到你自己看到的资料。